是很好奇这件事情，就是家长们如何决定自己的小孩几岁可以看《康熙来了》。哦，所以请你们写下来，就是你们觉得小孩几岁开始可以看《康熙来了》，自己的儿女哦。嗯，尽量不要看，尽量不要看。就可以的话，就是一辈子不要看。对，因为不看也不会怎么样啊。OK， 如果他开始看的话，如果他十岁开始看，那我就会跟他解释说我们在干嘛。就比如说，当我在对男艺人做一些那种逗趣的那种飞扑的动作，有一点融合舞蹈的感觉的话，我就会说那个不是妈妈真的在吃他们豆腐，是妈妈在那个就是运动表演，对，享受他的肉体。直接这么露骨，是，所以如果他十岁，他自己自发性或者同学的影响之下，他开始看了，你会说只可以看十分钟，然后就把它关掉吗？还好啊，其实像我们节目，我觉得可以看，因为这人要有幽默感啊。我觉得小孩没有幽默感很可怕，真的就是。就我刚才讲说，同学开你玩笑的时候，你要自嘲，不然他开你玩笑，你在那边说，就玻璃心，他干嘛这样笑我？对，那我就觉得好痛苦。Okay.好，秀琴，我看看。我觉得就他看得懂的话，就看得懂就可以看吗？就是比如说有些艺人会不小心说出屁啦、贱啦这种话，然后他也讲，他会自己骂电视。有些艺人是谁？对，像廖老师就是满口都是屁那种，应该是你本人吧。他意外的那个不能，他自己知道那个是不对的。对，好，来我看看百荣的。现在就可以啊，我们现在常常在看电视的时候，他就会走过来看一看这样子啊。嗯，然后他如果看的似乎有点专注，你会阻止他吗？不会耶，因为我觉得现在小孩都好早熟哦。对，就算他不在这个电视里面吸取到什么知识或什么，他在别的地方，你说刚刚讲说屁啦、贱啊，他在其他地方也照样当接随接就可以听得到。那如果新闻里面有大人在打架啊，或者是什么？哦，你知道我都用新闻来，就是来制止他做很多事情。像我刚刚讲那些你们讲的方法，我都不会用。但是我只要跟他说，你知道新闻昨天有，然后我讲的时候要故意这样，你知道昨天新闻有报道一件事情吗？有吗？然后就真的吓到。就比如说小孩吃贡丸噎死，有没有？他那天就有瞄到那个新闻，那新闻不是还把那个录影带放出来吗？就小孩有那个，我就说你看。然后自从那次之后，我所有的事情，他在电梯里面跳啊，我就会说，你有看昨天的新闻吗？说你没有看到吗？有一个小孩在电梯里面跳，结果那个电梯就从50层楼高的地方掉下来到 B1 呢。请问是哪一个主播报的？结果小孩就整个吓到，他就不敢坐。我电梯里跳电梯并不会从50楼掉下来。但是就是，可是有些小孩跳得很激动，对，会还是有点可怕，影响。可是我曾经这样跟我女儿说过，我女儿会歇斯底里，因为我女儿是那种有一点歇斯底里，就跟你一样。她说只要弟弟啊，她用力一点说，你不要看，你不要下去吧，她就是整个歇斯都被你害着，有点失控，反正治疗心理。你会跟你的小孩说不要哭，有话通通都用讲的吗？会，我会跟他讲，因为小孩子会有一段时间，像他现在其实都会讲，都会表达，比如说他会吃，他我要嘴嘴，我要奶奶，我要尿尿，他都会讲。可是他有时候，比如说想睡觉之前，要不然就是要睡起来的时候，会闹，他就会闹。然后闹，有时候哭到那种，尤其我们有时候在开车，我带他的时候，他一哭我们就没办法专心开车。我就说妹妹你不要哭，你这样哭妈妈听不懂，你用讲的。他还会回你说用哭的。我说你用哭的妈妈听不懂，他是不是讲不出来？他讲得出来，他知道，他说你要嘴嘴，我就会拿嘴嘴给他，要奶奶。可是他有时候是一种无名火，他很困，他讲不出来。我就跟他讲说你不要这样哭，你这样哭妈妈也听不懂，妈妈也没办法帮你服务啊。那妈妈现在在开车这样很危险。我说你这些话会把他惹得很毛，你就哭更大声，逼到绝路。就老娘已经够不爽，你还在那边骚骚念。可是还好，我女儿还蛮乖。所以他女儿应该要停止哭泣，说我现在心情有点沮丧，因为我好困，可是还没有到家。我觉得这段路好长。对，可是他还是乖的。他有时候会有，比如说他讲完，我讲完之后，我说你这样子妈妈会不会很难过？没有办法，如果妈妈开车不要专心的话，你可能就看不到妈妈了。他就说哦，不要看不到妈妈，我要嘴嘴，我要妈妈抱抱。说得通的，对他就会讲这样。Okay, 所以都要用自己的唇亡来威胁。我们其实每天冒生命危险。好，廖宏宇，我看看你几岁可以看？因为他们几乎都是高中，他比较严吧？没有，你应该跟小珍珠。他们国中都没有时间看电视，对，高中很大耶。对啊，他们都，可是他们现在，我会问这个问题，是因为我有亲眼目睹一些
小学生在看康熙，哦，我自己有点不确定这个事情可不可以。对啊，然后如果没有康熙来或重播，就没有什么好看的，然后就进去了。对啊，现在是在夸奖我们。对啊，对啊，天哪，而且我儿子下班回来很晚，他用电脑看的。我儿子还回来用电脑看的，真是到了。不错，没有什么好看的。现在就可以看，他们现在都在看啊，六岁跟四岁，而且他会说，为什么那个小孩子阿姨要坐在那个叔叔的腿身上？然后我就会说，哦，他们在玩游戏。玩游戏好看，玩游戏不好吧？我在玩游戏啊，这没什么啊，应该说是为了要逗观众开心。对，我就说你不觉得很开心？他说很开心。然后亚兰还不帮你解释，因为玩游戏啊，万一到时候也跟别人这样子的话，玩游戏也玩游戏没有关系啊。我觉得现在社会两极化。好，你先让我看看你的答案。哎呦，其实他们很早就看了，但因为他们都国中了，所以我就干脆解禁了。OK， 解禁。这是我小孩看，他会看那个康有哥他穿的衣服，他喜欢你们穿衣服的 sense， 哦，还有你们谈话的内容。可是，请问你的小孩几点钟要上床睡觉？我都规定他们十点啊。那怎么看到康熙来了？高中不看，怎么可能？看重播，早晚11点到1点，11点一定要睡觉，因为这是人肝经在走的时候，肝就是那个很重要。小时候就肝经对了，对对，一些问题。肝经在走的时候，看看小轩规定的年龄，你看吗？我觉得他在我肚子里的时候就在看啦。哎，对，他看不看那个瓜哥的节目？都看他，其实我跟你讲，他其实现在看不太懂，嗯，对，他只是觉得哎，好笑，很好玩呢。大家在笑的时候，他就会看一下，嗯，然后就觉得什么，比如说他身上亮亮，他就会看这样。他现在其实还看不太懂这个阶段了，嗯，对啊。